欢迎来到美听，现实的世界，现实的人性。蜜语很甜，现实很苦，但让人成长的是现实。梦想很暖，现实很冷，但使人成熟的是现实。现实两个字，经历越多，看得越穿，懂得越多，为人越见。生活就是这么现实，什么样的人交什么样圈，你不行，没人替你行。想要他人提携，就得拥有价值；想要他人高看，就得做出成绩。圈子是自己打拼出来的，生活是自己硬干出来的，你不行，没人替你行。世道就是这么现实，穷居闹市，无人问津，富在深山，也有远亲。兜里有钱，谁都愿和你亲近，想要得到你的提携；兜里没钱，需要时无人问津，力尽人散，看清人心。重情重义的感情谁都想要，可现实生活却真的很少。感情就是这么现实，多少情侣因为没房没车闹分离，多少夫妻因为赚不来钱在争吵。想要长长久久，并不是只有互相爱慕就行，还需要彼此懂得勤奋才行。男人不务正业，不会有好爱情，争争吵吵少不了；女人只知消耗，不会有好家庭，鸡毛蒜皮全是烦恼。人心就是这么现实，你对一个人越好，他的感激越少，你越是不懂拒绝，越是受人压榨。生米恩，斗米仇，揭露的就是现实的人性。有的人就仗着你的情谊，利用你的真心，不断的欺负你。生命就是这么现实，如若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一直都是穷困潦倒，我们不靠自己的努力，根本闯不出一方天地。人这一生，如若你真的想活得更好，就得不断的严格要求自己，想赶超人前不干不行，想出人头地加倍努力。什么是人生的现实？人生的现实就是三个字，靠自己。靠自己的人品去结交懂得欣赏的人，靠自己的能力去耕耘属于自己的梦，靠自己的坚持去冲向高层次的生活，靠自己的力量为家人撑起岁月静好。别怪社会太现实，换种思路去看待问题。这种现实何尝不是鞭策你前进的信念，推动你前行的动力。订阅美听，我在这里祝你天天开心。